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这声娱乐》，我是一。说到成龙，大家一定没有人不认识，而最近有几个人却让成龙非常的头疼。65岁的他再次深刻的体验到什么叫做交友不慎。原来成龙的儿子房祖名又上热搜了，这回同三个朋友一起露面，眼尖的网友一眼就认出和房祖名玩的正是陈柏霖和柯震东。这再一次的露面引起了不少的议论。前段时间韩国李胜利事件不断发酵，他们三人也被牵扯其中。据悉，他们3个都曾出现在胜利台湾的诗人派对上。而房祖名自丧志出狱后一直比较低调，作为父亲成龙此前亲自为儿子剃头去晦气，盼望能够洗心革面，现如今儿子又跟胜利相关的这些人混在一起，要说成龙大哥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房祖名之前已经有过好几年的吸毒史，比起以前没吸毒前的房祖名，那还是成龙的骄傲啊，年仅21岁就出演电影，奖项提名不断，可谓是风生水起，跟如今对比呢，真的是很大差别。成龙在面对自己的儿子，想必也是无可奈何了吧？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